欢迎收听我是妞，我是牛爸，我是牛妈。我们今天在福寿山，对，我们休闲农露营，我们来伪露营的，對真露营现在在后面，真露营在那边。我们住下面的小木屋区。对，我们住小木屋，等一下却可以再带大家去看小木屋。然后这边风景很美，而且还有一些雪没有融化。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雪。然后下面还有个天池。对，还有一个天池，我们去看一下这边。对，然后等一下顺便拍一下帐篷到底怎么搭。大家会想看我们搭帐篷，在下面加。那我不要，不要。哎，那个弹簧的打开就咚。弹簧的很危险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风景。看一下哦。到那边第一件事情，我要大便。大便，吃地油。到了。住宿是往这边吗？对，要买票哦。哦，好。我们住的是小木屋，枫林雅竹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到高山上零食会空起来呢？我想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吃，所以会蹦起来。不是吧？我想吃。因为气压的关系，我们现在要先去露营区那边，把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煮东西的那些材料先放到露营区。我们这次跟我是老爸还有彼得爸、苏珊妈他们一起来，然后你们是伪露营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在前面好像还有可以堆雪的，有一块雪那个堆着的。然后这边是天池，很美。有荷叶。踩一下台湾的雪感。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踩踩看？有没有踩吗？有没有踩的？有没有踩？你们有没有踩到雪了哈？哇！啊，那里有雪人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是谁堆的？一个小小的，超级迷你小雪人，很可爱哦。哇，快要搭起来了耶，很快。彼得说还没有一半的，还没一半，还没一半吗？怎么看起来好像已经快要可以住了？哇，厉害厉害！你在练习搭帐篷了吗？怎么办？我觉得牛爸找到热情了。我在重操旧业，入坑了啦。敲了二十几年的铁锤，请叫我铁锤王。没有人比你更适合露营哎。买了啦。铁锤在你手上完全毫无违和感。那个，我们今天晚上要煮玉米浓汤跟章鱼烧。那我现在就。你多久没煮饭了？没有啊，我们挑战二十四小时草莓才刚煮过呢。鸽子吗？今晚上就是吃章鱼烧，还有牛排、猪排。所以你今天一天一次就要煮掉三样哦。差不多啊，一天吃完比较省事嘛。哦，好啊，然后明天就剩下披萨，我们还有披萨。明天就吃，明天就吃泡面。那我还是会弄披萨的，那你可以吃泡面。啊。哇，好冰啊，好像冰水一样的冰。现在变猪脚冻。你在猪脚冻。鸡脚冻变猪脚冻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煎了，先加一些油下去哈。来孵鸡蛋。没奶汁吗？对，没奶汁。好吵哦，记得。可以了。我们的章鱼烧完成了，我去分大家吃。现在是小心中间烫烫的，然后要咬开。看一下啊，很烫哦，嘴巴合不起来了。牛爸在发汤了。当兵的时候发汤的。对，当兵的时候发汤的感觉吗？然后你看这个碗还是铁的。哇，牛牛你加太多了啦，你那个只能加一点点，这太多了吧。好喝，好喝啊！啊，章鱼烧嘞，好吃，好吃。在山上吃到热热食物，对啊，东西都觉得超级好吃。肉一下就消完。对，肉还有，加一个，你可以帮我加一个。好吃，好吃。嗯。在山上吃东西是觉得特别好吃。真的呀。尤其是热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超棒。可以喝冰啊。可以啊。等一下你就变冰棒了吧？在日本吃冰觉得很好哎。牛牛在拍月亮，你在拍月亮，哇，这看起来太棒了吧！
这肉看起来太好吃了。妞妞现在要在户外煎月子烧，我想要打。太冷了，想要煎。我不想洗手。来，加水。好，好了好了，小伟。我要掏把剪刀的。妞妞大厨要来煮玉子烧，太大太大。先加一下油。还要打光一下。哇，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户外厨房哎。在野外的失败玉子烧。切了四块吧，应该要穿两条裤子，太冷了。妞妞，你的野外玉子烧味道如何？没味道吗？刚盐巴加太少，冷不冷？我去收锅。冷不冷？冷，很冷啊、哦！现在只有四度而已哦，超级冷的。牛爸出菜了，猪肉。我们今天这个算是来体验露营啦、啊、就是野炊，有没有？我们吃完了，现在要来洗锅子，但是这个水现在是一度左右，超级无敌的冷。妞妞，你是打灯小天才？你是打灯小天才吗？好，现在洗好了，你要把餐具稍微擦一擦。快进来参观一下，要脱鞋子，里面要脱鞋子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こちらへどうぞ。好棒哦！好温暖啊！这里面的温度有13度喽！哇，真的，这边有13度，外面应该只有4度而已。对，那这边有13度。然后你看那个，超像日本有没有滑雪场那种，好有 feel 哦。这个吗？对啊，而且还可以煮热水，还可以煮热水，很棒，很棒，超棒的。已经散会了，明天还要继续，因为我们在这边2天，那我们要先回去 check in， 看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。走吧。我们到了，这边先 check in。耶、yeah ，好钟楼，好钟楼的哟。我们来参观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房间。一走进来，爸爸变态啊！你看到说那样子洗澡很棒哦。啊，为什么是空的？哎呀，好变态哦。然后走进来，这边有一个化妆镜。床，它这是整个是一栋就这样，它是整个挑高的。对啊，很挑高，非常挑高。其实它也不真的小屋啊，它做像小屋，它这是水泥建筑盖的。然后这个上面是可以拉下来的，不然早上太阳光很刺眼。这个没有停上去。不过它现在打折，打8折。哦。6000多块。6000多块。对，没有冷气，它只需要暖气，因为这边真的是很冷。就这很山上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。我们明天还有一天，我们明天早上再拍附近的风景给大家看。我们明天中午还要自己煮。这两天比较偏向我们度假之旅吧。对对对。对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先洗澡，先休息，明天再继续。妞妞，我们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是第二天，妞爸早上有去吃早餐。早餐你觉得早餐很好？很普通。很普通。然后现在是中午，等一下煮水饺跟披萨。然后现在在煮。味噌汤跟咖喱。悠悠很忙。怎么样？嗯。我们待场数达到水饺加咖喱。但目前其他支援还可以吧？可以，因为饭一只。没熟，要煮18分钟。我们想，后来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干脆把饭做成炒饭，这样。
该比较快一点。饭加热好了，现在要把它淋咖喱上去。它的旁边算蛮大的。哎，那个看起来很可爱耶，像一个小昆虫一样，好可爱哦，小小的。咖喱配饭比较好吃哦，那应该就加没煮过就可以了。很硬哎，踩不动。啊！这本来它也是一个雪人，因为它有那个柱子嘛。下雪了！真的耶，下雪了！你们看你手上的味道，有个冰箱味。很臭，很臭吗？好臭啊！你先。关门，他们是故意的吧？他们玩这一块雪已经玩了很久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叫做天池的地方，要这个水池的地方，走有个200公尺就会到了。这里居然有路面冻结耶！这车子滑过去的话会整个打滑掉的，所以这边之前也有积雪。哇，这里风景很美。你看，走过去。天池到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天池，结冰哦。而且它的那个湖面还有冻结耶，去踩一下。你看，冷到它整个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冰哎。结冰的状态。真的可以在上面踩吗？不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池没有比楼就是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比较漂亮。他说是农场最高点。呀，看一下打水漂。石头的哇，上面真的那一层是结冰的。这边有超级迷你小木屋，也是可以住人的。那里还有苹果形状的小房子。现在去参观另外一个湖叫蓝鹰湖，离这边100公尺，走过去看看。这条路好像要去探险。这就是蓝鹰湖。可是不要，不要，不要亲眼看到它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月亮。月亮。妞妞很喜欢拍星星，看星星，很浪漫吧？妞妞，空气特别的好。有没有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10岁？我年轻10岁就1岁哎，变1岁了。小宝宝。来，先吃一口。